我需要每一个团，每一个团在零到九这个数字里面选一个你们心目中的终极密码。记得哦，小声一点，不要让别人听到。还没有开始，不要紧张。再来，对，还没有开始啊。好，再来呢？除了一个密码告诉我们，你们现在都已经知道，所以刚刚应该先取鸡了，取鸡取完再取密码会比较好。等一下啊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每一个小队要为自己取一个对比，什么什么鸡，好不好？什么什么鸡？好，假设讨论完了，好 ，OK， 请问这里是什么鸡？小歪鸡。哎，但是要有动作啊。啊，是。来，姐，来，小歪鸡呀，小歪鸡。很好，有小歪鸡出现了，请问这里是什么鸡？来，请把你的动作做出来。洗衣机呀、啊，洗衣机、啊。很好，有洗衣机了，记清楚对方这是什么机啊？刚刚这是什么机？小歪鸡、啊。这是什么机？洗衣机。请问你们是什么机？拖油机。好，拖油机，自己要念得顺一点啊。好，人家讲拖油机啊。好，你讲拖油机，来做一次拖油机的动作，预备，来。拖油机。啊，不对 ，Tempo 是拖油机呀、啊，拖油机呗。来，拖油机呀、啊，拖油机。好，请问你们是什么机？直升机。哦，直升机不得了了，请把所有你们动作做出来。直升机呀、啊，直升机。哎呀，刚刚这个队伍太像了，请变成两只手。好，来，预备，来，开始。直升机呀、啊，直升机。很好，现在有四个机了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刚刚密码已经偷偷告诉了中间的主持人，只有我知道，你们都不知道。现在你们要想办法猜一下对方的密码，怎么做呢？我们由老狼队啊，带这个人一定要跟老狼套好，老狼会带他才能够做完整的示范。好，先由老狼队示范给大家看。五六七八，小鸡啊小歪鸡，攻打洗衣机三号。哦，刚刚前面是什么东西呢？大家很清楚，小歪鸡呀、啊，小歪鸡，攻打直接指着对方啊，攻打什么鸡？讲出来后要把号码讲出来，三号。如果这一小队、这一组他这个鸡的号码不是三号，没有猜中，所以他们可以怎么做呢？请你们就做，多谢呀，多谢，欢迎呀，欢迎，哇！这样子就很清楚了，但是当他们告诉大家没有猜中以后，他们接下来继续攻打，所以请你做洗衣机呀、啊，洗衣机攻打直升机。好，所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每一个带队的人在前面一定要立刻指出你要攻哪一个对方啊，不要到要喊的时候才喊出来，只要有错的我们都要受处罚。好，来，洗衣机再做一次，洗衣机呀、啊，洗衣机攻打直升机。火气呀火气，花意呀花意，直升机呀、啊、直升机，攻打火油机五号。火气呀火气，花意呀花意，火油机呀火油机，攻打小歪机六号。啊啊！这个。上的一个过程，如果刚刚在第一遍到第二遍很顺，打到他们第三遍的时候，如果可以接得上，我就会去终止示范赛结束，正式来哦。这时候正式来，因为我们蛮多团的，哦，打九次会太浪费，我一定起码两个团要并一次，变成四组，然后老狼一组大概五组，然后要很快的速度先把一组给淘汰掉，那所以淘汰掉就会采速度决，对，等一下大家喊的速度要快。小歪鸡啊，小歪鸡啊！如果少于这个速度放慢，我们就要做惩罚。好，来，我们从这边开始。我为什么要从这边开始？因为他可能是最后一个，或是刚刚还没有玩到的人。你要先从这个开始，不要你又从老狼开始，你就要这样。很多人都没有玩到。好，那请你注意哦，我现在都没有下任何规则。我有没有下规则？没有。好，所以先从你们开始。五六七八，拖油机呀，拖油机，攻打小歪鸡四号。恭喜呀，恭喜，欢迎呀，欢迎，小歪鸡呀，小歪鸡，攻打拖油机，拖油机，拖油。好，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有人不像派对员在对调，
这时候主持人就要出来下规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规则一，请一起说。规则一，不可以回攻。不可以回攻。好，所以等一下以后各团你要打别人了，你不可以直接去攻对方啊，不可以回攻啊。如果有回攻，我们就要处罚了啊。所以这个团虽然我们刚刚才处罚他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小的给他一点惩戒。好，我们可能就会带啊，哇，开始啊，那个是我们习惯，精华可能不知道。好，那这次呢，好，这样完之后就开始攻打。好，如果是被攻打打到了，死掉了，所以这个的要带完的话，就是每个团服药里面有几个，像刚刚这个动作是，一开始一定没有出现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们通常如果说老狼队做示范的话，我打某一队一定是有某一队的一个服务员是我们自己的人安排好，他才会知道摩西啊摩西，华裔啊华裔，这个东西需要在前面交代，不要，就是实际演练他就会知道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点。你如果把每个戏都讲得很清楚，那已经什么戏准备要被胜了，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去注意。然后死了，好，假设兵队，你们假设兵队，假设你们兵队，好，兵队，你们没有了，假设兵队也剩三组，然后我们就会接下来就是一定在把速度，那因为三组他去攻打猜的密码就会看有没有记录了，于是就开始会去出现记录的情形，好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终极密码，我们觉得我们有带过了，有了，我们连团的时候有。